在中讲座之前呢、啊，那我们邀请了这个宜兰社大的古筝琴韵等真的弹奏技巧班的班级的学员跟导师来为我们在礼拜六的下午半个小时的音乐的响宴啊，让大家去欣赏那个古筝的演奏。那在当弹奏之前啊，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来邀请这个班级来为我们弹奏。那感谢大家，谢谢。今天很高兴，我们古筝琴韵的弹奏技巧班，我们是进阶班的学员，有机会在这里为大家演出。那我们初阶班的学员已经在六月十一号在全国中演艺厅演过一场，好，这是进阶班的学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曲目，那这个曲子比较长，所以我们只能放一下这个曲目。第一首是《小甜心》。第二首《三湘欢舞》，第三首《渔舟唱晚》，这是真跟高福重奏编的。第四首是《欢乐的日》，希望今天在这里大家都很高兴、很欢乐。那这是我们全部的学员哈，这里大家演出。那我们也为大家印了一张这个简单啊，在这张手上呢，可以看到，让您等一下可以依着这个节目秩序啊，跟我们欣赏下来。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小甜心》，这是一首电子主题曲，它是原来是流行曲，原唱，旋律非常优美，唱的是这种浪漫。